春秋共一秦霄红牛一兄弟兄都有主官又是气势万千准备的如何路有秦州印证吗我分清楚清楚救你之中叫来修红岗真是高兴之气好好好清秋孟姑苏你这是第一次我的丁丑之败为时已晚总而言之我先前可是连败999场我只敢最近情绪不断消失是丁丑你孤身大破基山三乡出了什么差错吗何时是我自身问题我不受任何代价也要为你找出感恩有任何困难我拢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我相信你也尽量做那也就讲就是我心里毫无武功我也是你最可靠的后盾那就尽量讲定了咱两人永远做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继续练吧看小林找出问题夫人也是差异之上有贿赂无有贿我们是共会不受任何待遇拢会帮助你就求你后来帮助我应用啊只是只是如何你敢会当小夸牛我者个人行为个人负责就求你特意被丁环所伤的那一刀吗你发现了各地丁环是真假就是我进入你的作风但用不得英雄出征吧不然不会凶邪迷路那口中但又虚无其极难怪能伤到你即使如此就何时要再将凶邪夺进我心胸一如当初你我都虚无让他认为你结伴生我吗哈也唯有咱两人这心风铃随行出发如何不必此者你要特地了解虚无哼你固定虚无我负责规地以理清规地风铃心之间的关系了全部完全的证明有困难吗我有人问说何时将好友失望过我也未将你失望哈哈这才是不败的武徒文官独千秋赴玉剑之前我想去找两个人虽我来吧